私たちキャンプするぞ。大家早安，我是杜江，我是张。今天我跟文章要去露营，住的是两层楼的新干线。你开坐新干线一定要吃的就是火车便当。文章买的是海鲜，我买的是懒懒熊的便当，有够可爱。Let's go！ 哇，满满的鲑鱼。好香哦，闻到它的味道了。有明信片放在里面，其实这种卡通便当都是给小朋友吃的。不理不理。结论是这种便当啊不好吃，这个还是给小朋友买就好了，大人不要尝试。哦，文当真是说我长得像这个，烦死了。不要了，先来一杯。文当我啊，超好吃。我们今天要去的是这个奥利根温泉 Hotel Samba de Bifa Camp 酒，现在是要坐新干线到上毛高原车站，那边会有免费的巴士帮我们载到这个露营场。睡得很香哎哦。我们下车是46分，巴士是50分，所以现在超赶着要去坐巴士。上毛高原车站到了。こんにちは。はい、そうです。台湾のどこですか？台北です。这个巴士一天只有一班是要预约的，所以你们要记得约巴士哦，不然坐车过去会很麻烦。坐巴士坐过去要坐50分钟。他会给一个说明书，他有给我们睡袋，还有下面铺着的东西，就所有需要的都给。饭店的后面就是 Camp Joe， 就可以在这里搭帐篷。有点小。这是别人搭起来的，就是长这样。本来以为他们没有付锤子给我们，结果有付。不要玩。他记得为了怕手不要受伤，要戴手套来哦。できた感じする。寝れる。耳好大哦。看文当这样有点恐怖，以后感觉结婚我会被他打。これ何時間かかる？我好帅。自己说哎。叮叮叮叮，できたよテント。文当キャンプ初めて？本格的なキャンプ初めてかも。日本の学生ってキャンプ行かないんだ。テント用意されてて、でまあ自炊とかする感じ。这个一定需要，晚上很漂亮哎。开机テント。あと寝袋、まあここついてたね。我们本来想说他们不会付，就他们有付，我们还是自己带了。あとあれだ。叮叮。防虫衣。哦。今天的行程是晚上5点或是5点半可以去烤肉，然后晚上8点会有人来带我们看星空解说。晚上洗澡的时候可以在饭店里面的温泉洗澡，隔天早上7点半的时候还有早餐吃到饱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让你即使是第一次露营都可以很干净，然后开开心心的露营的地方。天哪，这里大自然好美哦！漂亮，漂亮。漂亮。这家饭店比较老旧的感觉，所以有这种很日本小传统的小卖店。其实我还蛮喜欢这种旅馆的。这里还有一些免费的运动用品可以让你借来玩，有小朋友玩的小车子，还有棒球、飞盘。好烦哦，真可爱。哎呦，不爱玩哦。你找地方。哦，怎么这么屁啊，烦死了，不理他了。这个地方冬天的滑雪场，所以冬天大家也可以来这里玩。那杀球。哦，有，我一杆。哦，刚才那个有点落塞。ちょっと分かったよ。ボールを退治すると飛ぶの。あ、今今。今今今。はい今。おお。起きたよ。楽しい。あ、累死了累死了。好累。好累。好累よ。累死了。伸ばして伸ばして。いい感じめっちゃいい感じ。伸ばして伸ばして。俺がルーちゃんの走り方。ダサすぎでしょ。でも開心、自然で遊ぶの気持ちいいです。玩完东西呢，要记得把它收回去哦。遇到的。我觉得文当啊，就像个百宝箱，每天都有不同的趣事发生。上面还有温泉的图案，超可爱，看起来超好喝。哎，这个超好喝，推荐你们来要点。我跟文当的烤肉是5点，我们两个已经迟到了。他们上面那边有露天风吕，所以很多人泡完之后就会走这条小巷子下来。BBQ 场地呢是在那个绿色的屋顶的小房子里面，是完全不同的地方，所以在帐篷那里也不会臭。这烤肉场会放点小音乐，蛮可爱的，超可爱的啦！这个氛围。我们有另外预约这个自己做炊饭，我也要煮饭。我们现在要去那边的台子放水进去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来，这样了哟。这个水超级冰，自然的水。放水进去之后要高于米，差不多这样。我就在旁边记录就好了，都交给文当弄。这个烟跑得好快哦。我晓得。快呀快呀。烧啊烧烧烧烧。
これをちょくちょく触って水が沸騰するプクプク、うん、振動するらしいんだよ。それがなくなったら炊き上がりの感じ。刚才欧修哥哥跟我们说，这个饭盒15到20分钟就可以弄好了，比家里的煮饭器还快。谢谢这个肉感觉蛮好吃的，等一下吃了跟你们说感想。这里的麦茶是可以喝到饱的，晚上气氛很好哎。来来来，なんでそんなちょびちょびっとな、一気にバーバー焼いていこうよ。私は真剣な人だから。一緒に寝在上面的，没有文章真的是不行。我烤的，我烤的。ちょっと硬いよ。我烤肉明明就很好吃，这个超有气氛的耶。饭煮好了之后呢，会放到这个板子上面。できてる、できてますね。我们自己煮的饭。15分ほど待っていただければ、お米で。15分ぐらい。嗯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乖，结果都是文当在烤。刚才我去小卖店那边买烟火，他们说如果你要玩的话，再去跟他们借打火机是都可以，很贴心。美味しいよ。本当だ。好甜，甘い。美味しい。哇，いい匂い。对，然后他说要用这个脚，这个饭粒闪闪发亮。ありがとう。いただきます。美味しい。美味しい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蛮推荐大家来这里可以烤肉，这样自己煮饭很好玩。我们文当大神都帮我烤肉。レッテ何もやってくんないから、僕やるしかないでしょ。帅，好帅哦！晚上就开始会冷了，所以大家很要记得带外套。レッテ何もやってないから、ご飯ぐらいやって。大丈夫ですか？入れすぎじゃない？让他被带后感，我多过的美食配美景。还配美人，好满足。那你真的？刚才文丹帮我剥虾，我人生第一次被剥虾。我真的吧，亚姐，你没有感觉过来的吧？阿多。这里除了烤肉之外，还有另外一副炒面可以炒，先放菜下去。文丹シェフの焼きそばコーナー。みんなもキャンプ行きましょう。ルーちゃんが麺をほぐす用の水を取りに行ってくれてます。刘丹来た，ちょっとでいいよ，ちょっとでいいからね，ちょっとでいいからね。日式炒面就要加这个粉或是酱，这个酱汁粉很酷，它只要碰到这种面啊水，它就马上变成液状的。美味しそうだね。いらっしゃい。お姉さん、焼きそば一丁。はい。この焼きそば超うめえ。たくさん宣伝してくれよ。え、焼きそば一丁。おお、谢谢。一万円ね。哎，我们当当做的炒面。好吃。自己做自己说好吃。好吃。你想看那个可爱啊？可爱。快点，大哥！我们要玩花火了。少な、こんだけ。它这个袋子这么大，就里面只有这一点点，傻眼。三円。花火なんて何年ぶりかな、本当に。今から花火するよ。わあ！え？めちゃ綺麗。はい、チーズ。ああもう何やってんの？全部入ったの。チーズどうする？バカ。これがあのちっちゃい玉になっていくの。俺とるどっちが長いかな？めちゃ綺麗。見える？めちゃ綺麗だよ。この玉が最後落ちるのが虚しいの。開心吗？开心。现在时间是7:50。本来是说有星空的体验，可是因为现在台风的关系，都是乌云，就看不到星星。所以现在旅馆他们帮我们准备一个室内的，不知道室内会是什么感觉。但是旅馆的人说也蛮推荐的。空巴哇。当然是没有看现场精彩，可是服务员非常认真，感受到他的热情也是蛮感动的。因为他现在没有让我们铺这个，就变得很暖呢。就离开了。哇。悠悠 TV 在这里露营最爽的就是洗澡可以洗饭店的温泉，在日本泡完汤就是要吃冰淇淋。哈根达斯草莓可以 camp 呢，真正 camp 就那一个了。现在电视刚好在播美国跟日本的排球世界杯。テントってすごいね。高いしさ、風も全然来ないし。早就跟他说帐篷厉害，他都不信。家みたい。おかえり。うるさい。真的，外面现在下雨，声音超大声的。ラーメンの音もいいね。文当第一次的露营，超级期待，什么都开心。今日は本当よかった。大家晚安。晚安。大家早安。因为昨天早上下雨，我们帐篷这边全部都积水。哎呀，我们现在吃早餐，早餐是7:30开始可以进去吃。早餐是吃到饱，超酷的。我们要开始收帐篷了。やめないの。ブリコやめないの。
还回去之前要把它弄干净。偉いね。文丹教的。那この角度めっちゃなんかモデルみたい。なんで？わかんない。モデルポーズしないで。帐篷那些要自己收拾，自己拿去还。回程饭店也有提供巴士，可以坐回车站，但是也要先预约哦。一天只有一班，早上10:30。大家再见，拜拜。再见，拜拜。